因为阿尔山有这个非常优良的这样一个冰雪资源，每年7个月的雪期，所以我们近年来是持续的在做冰雪加文旅资源的这样一个文章。到这里的感受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呢是很新奇，什么东西都是我这辈子也没见过的。我们南方的人一定也会对这个阿尔山感到很多的好奇。生意现在特别火爆，我们家现在有170间房，你像今天就住了160间左右。